并没有通过好球带，目前二垒上的还是有潘武雄。郭代奇打了两个打数之后呢，就退场。第二个打席当时还差一点点，制造了一个双杀，合理的调度了。事实上那种稳定性似乎比较欠缺。没有好球，一坏球，一出局。现在二垒上有跑者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，在左外野放上了飞球，左外野手往后退，这个球过去了，过去了，郭俊佑神之代打，两分炮，宛如神主的一支两分炮，台湾队同一支队逆境中，现在把分数给扳平了，3-3回到平手了，这是一支让人想要掉眼泪的一支代打，左外野方向郭俊佑神之代打，确实精彩了啊！所以换得时机恰到好处了啊，正好是对手推出左投手的时候，换近况相当好的郭俊佑来代打，一棒追平比数啊，使得整个比赛又回到原点。哇，这一棒两分炮啊！全台湾的棒球迷都醒过来了，3-3现在回到了平手。把二垒上的跑者潘武雄呢给送回来。同一支队呢在六局下半靠着郭俊佑这一支代打的两分炮，现在跟三星狮回到同一个起跑点，而且狮队呢在这一局持续进攻当中，轮到是第二棒的杨松贤。现在气势的完全是倒向了同一支队这边，这个分数就是两分了啊，所以一直全力打又追回来，又垒上又有人，对啊，很明显的今天的控球状况并不理想啊，所以你要跟郭俊佑拼内角球啊，事实上风险很大。哇，这一棒石破天惊啊，3-3现在形成了平手，杨松贤目前球数没有好球，两坏球。查房被捕，现在球数呢形成了一个好球，两个坏球。再来看一下，哦，这个球其实还蛮低的，蛮低的，打得很好。不过正好是在内角低角度的位置。